我流尽的鲜血就是洗涤任何不识之词的滂沱大雨，我倒下的土地就是再一次生新生命的沃土。更让我欣慰的是，重庆解放的日子不远了，我长眠于此，那是我的幸福。到12月底，可能会有25个国家和我们建交，真是比我们想象的还快。山不厌高，水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呢。主席啊，我准备给刘文辉发个电报。是机会了，刘文辉能起义，我们大迂回大包围就要在这里收场了。我们再炸，共产党再掀。父亲，您再检查一遍吧。战争几载国人，无不崇仰15个月之抗战，愈挫愈奋，再接再厉，虽顽寇尚未激起凶风，然胜利之时机也已奠定希望无穷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父亲，我们该走了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父亲，是义军打来的，他们说在机场附近发现了有共军活动，希望您能早点离开。啊，还有，母亲也打来电话说，希望您早点离开重庆。好，我就带着他一起走。父亲，车子停在后面了。为什么？后门离机场近一些。近多少？我是从大门进来的，我就得从大门走。是。
看得出，蒋先生对这间曾经住过的房子十分留恋。其实，何止是这间老屋，还应当有这个城池，这个他曾经呼风唤雨的舞台。但是，历史总在他迅猛前行的时候，不会顾及任何微弱的悲鸣。 院长，今天晚上不能飞了。要强行起飞吗？父亲，已经午夜了。啊，在飞机上过夜，明天早上飞。是。 毛泽东，谁高啊？父亲问的是，神高吗？
看什么看啊！你给他安排的省政府大院，人家不想住，他一定去啊。中央陆军学校了。您不想背叛他都不行，对我们永远存二心。哼，就当咱们的车开错了。开错了？这要是在南京，你开错了，这可是在你的地界上，跟着走吧。就当我们呀没给他安排。没给他安排？我们早就跟小蒋说好了。 这些小事儿，先不挑明为好。好，跟着走吧。总裁，有一部电台很活跃，在刘文辉的大院里已经有共产党代表在活动。总裁，保密局西南站得到一个消息，胡长官派他的一师一团团长李坤刚。 任西昌办事处主任，并且抽调了一个团至西昌，看来他是想撤离成都啊。哎，毛局长，警备司令部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警备司令部那个宋世长确实是个共党。这么看来，我要在成都先解决这个宋世长的问题，接着。 再解决刘文辉和邓锡侯他们。总裁，成都本身就是刘文辉的地界，可以说是布满了陷阱。你是想让我回重庆，那儿已经让刘伯承给占了，想让我放弃，回台湾。总裁，何去何从我听总裁的，但是总裁的安全必须听我的。 停车！在里边。好，行，快点！快！封锁街道！ 别着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父亲，这世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奇怪。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有些事情非常着急，但不重要；有些事情重要，也不是那么着急。 是共产党，告诉我，你帮他们做事，为什么还要跟着我？为什么？总裁，很简单，如果我不是国民党，倒无权批评他，正因为我是，而且。 又是多年的党员，我感到他的无望。那么，共产党有一点没有毛病吗？有，但是他很有活力。那好，但愿我将来有活力的时候。
谢谢总裁，我是军人，从入伍那天起，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你没理解我的意思。 我问你一件事，你可以不回答我。总裁，你问。你是什么时候和共产党交到一起的？3年前。现在不过才3年嘛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 蒋家的鸡，才给老毛家下了3天的蛋，蛋他可以留下，鸡，他必须还我。怎么，不相信我吗？ 我是信不过我自己。此话怎讲？我有自己的信仰。那也不一定。你把情报送给了共产党，对他们的军事行动，那会是有帮助的。但是事事都是时也，运也。 对于一个战役，一个情报是很重要，但是对于整个战局的命运，那就不是一两个情报可以决定的了。所以话说回来，你送出去的几张军事地图、几个机枪火炮的位置图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 反过来说，我把一只能下蛋的鸡给杀了，这孰轻孰重，哪多哪少？今天就谈到这儿吧，你先回去吧。有什么请求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 我现在就有一个请求，你说吧，请王仁峰不要伤害我的家人。好，好，我让他先别去动，但是。 你也得仔细的想一想。邓政委，听说你当年去法国就是从这里上的船？啊，是的，就是从这个码头走的。邓政委，那时候你有没有想到，多年以后你要在这里送几百名干部，以主人翁的姿态去云南工作啊？哈哈，没有想到啊。政委。 当年你走，现在你以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送我们走，你觉得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<笑>你提的问题啊，都有共同特点，就是都不容易啊。你们看到了，我们接管的是一个受了很大创伤的城市，很多工厂、桥梁被炸。 电力不足，供应不足，社会治安啊还很差呀，敌特分子还躲在暗处放冷枪，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啊！同志们，你们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。邓政委，我们不怕吃苦的。对，我们不怕吃苦的。哦，你们为啥不怕吃苦头啊？因为我们年轻啊。是啊，年轻。哎，不准确。 我年纪大了，不怕吃苦头。刘司令员比我还大，他也不怕吃苦头。中国人民解放军
总司令朱德同志说得好啊，锦绣河山收拾旗，万众皆作主人翁。目前我们虽然还在和胡宗南集团在成都战斗，但是对于胜利我们是一点也不担心了。胜利后的工作还有很多，你们这次去云南有三个工作。第一是接管城市，搞好政权建设。在城市的建设中，你们要注重发挥好知识分子的作用。哎，邓政委，听说有一个铁路专家就是在车站被发现的。哦，只要我们的眼睛不近视啊，在哪里都可以发现人才。还有一点就是农村工作可能要2到3年的时间。你看，剿匪反霸、土地改革，直到完全消灭剥削制度。当然这段时间不要空谈发展，重庆你们都看到了，发展是后一步的事情，只要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，就算是烧高香喽。邓政委，您对重庆以后的发展有信心吗？信心？怎么说呢？3年后，你们回重庆；3年后，我去云南，让山河作证。好汉来当兵啊！来，好汉来当兵啊！负重40斤啊，每天走百里啊，看谁是英雄。女儿来当兵啊，负重40斤啊，半天走百里呀，哪个是英雄？女儿来当兵啊，负重40斤啊，半天走百里呀，哪个是英雄？好啊，你们刚才的大胜仗我可是看到了。好啊，好好好。你是黛西吧？司令员，你还记得我呀？记得记得，你是北大毕业的，你爱人是郑团长吧？是。前几天他到我那儿去要汽车，我就跟他说没有汽车就不进新疆了。左宗棠有没有汽车？班超有没有汽车啊？唐僧取经有没有汽车啊？他都跟你说了啊？何止是跟我说了，这全团部都知道了。哎呀，来，司令员，喝水啊。哎，好好好。你是小赵？是。司令员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你还记得我啊？我记得你，你叫赵佩玉。是。快坐下坐下。哎，你生在美国的加多林州，1946年你回到山东上大学，后来又去了兰州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。你当时去报名的时候我也在场，我还劝你等你毕业之后再过来，可你说到时候怕我记不住你，怎么样？我记着你吧。嗯。来，同志们，都报报你们的名字。高兰英。高兰英，嗯，好。袁玉英。袁玉英。我叫李爱英。李爱英，哎呀，你们怎么都叫英啊？我不叫英。那你叫什么？我叫毛英华。毛英华，那不还是英啊？这不也带个英吗？哎呀，好啊好啊，戴英好啊，你们都是英雄，你们是我们的巾帼英雄啊！
同志们，你们当我面为我鼓掌，有没有背后骂我的？啊，有没有发我牢骚的？没有。说实话，你们跟着我王震，让你们受苦了。我们二军本来是要乘飞机、坐汽车进新疆的，但是我们的飞机、汽车有限的，可是我们进疆的日期也是有限的。我们刚刚路过的那个，对，哈哈密，你们都看到了，那里发生了暴乱，还有很多地方。新疆能不能早日的回到人民的手中，这就要看我们能不能尽快的进入新疆。撤！撤！撤！绿，白雪，赵祁连，乌云盖山巅，草原秋风狂，凯歌进新疆。白雪照祁连，有乌云盖山巅。可要快点啊！哎呀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。好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放心吧。进来。快点，准备上菜。来，我以茶代酒。老百姓常说，无酒不成席呀。今天呢，在这里我要多说几句。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到新疆干什么来了？我想。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历史的反动派对新疆各族人民剥削压榨的太深了。我们到新疆来是替反动派向各族人民还债来了。这第一杯酒呢，是为了新疆。嗯，好，为了新疆，干！干！干！去玩去。小军，你干啥呢？吐出来。哎，小孩子嘛，就让他吃一块嘛。吐出来。你们大家呢，都听着。你们也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家请过客吗？没有，就是彭老总来迪化，我们家也没有请过客。可是今天请的客人不一般呢。他们不一般，不光是因为他们是新疆的省主席和副司令员，是少数民族，他们有他们的信仰。一个小孩子吃一块肉是不算什么，可是在民族问题上无小事啊。解放军的八不准你们都清楚吧，大家要遵守啊，而且要真的遵守。这样吧，我再重新烧一盘。王司令员，你不是说请我们来吃饭是为了什么事儿吗？只要我能办到的。是啊，只要你一句话。好，那我就说了。
其实呢，这也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。那咱们得干呢。这个事儿啊，你可能是知道的。我？毛主席跟我说，新疆能不能巩固，那就要看这里有没有巩固党的队伍。过去呢，我们这里有很强的力量，比如毛泽民，还有陈潭秋，这都是我们党最早的党员。可是因为盛世才，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，让我们三年之内发展10000名党员，这你们可得帮我啊。你找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事啊？是的。你要是让我给你找10000个民族青年参军，10000个民工去劳动都可以，可这10000个党员，我可是实在帮不上什么忙啊。你能啊？我能吗？对。哎，听说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啊？不用拉，是自愿的，这我怎么说呢？你可以带头参加呀。我？是啊。我行吗？行。赛福鼎同志就是毛主席介绍的，他本人申请，让我们在年底给他办理好入党手续的。我想你也能。那么请问，您请我吃饭就是为了让我入党是吗？也对也不对。对的是呢，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，需要一大批的党员。不对的是呢，你对共产党的认识绝不是从认识我王震的时候开始的，也绝不会是从我今天的这顿饭开始的。你早就对共产党有所认识，你早就对毛泽东同志有所认识了。你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，自由和劳动者，解放和幸福的道路。这是我在盛世才监狱中写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是一首很好的诗啊，很有感情啊。后来不是被新疆的很多进步青年广泛流传吗？我是一颗有你的光辉照亮的心。都听着，给你们几个一个重要的任务。12月6日，沿中长铁路去掩护一列火车。谁的火车？谁的火车？不要问。苏联冷吗？非常冷。啊。同志们，主席的专列已经出发了，请立刻通知苏联外交部。另外，请他们确定我们在苏联境内迎接主席的地点，好报告主席。啊，好，好，大家分头准备吧。好，走，走。主席，外交部发来电报，又有缅甸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西兰和阿富汗5个国家承认了中国。这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很重要，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。主席，下一站是沈阳车站，高岗和东北局的同志已经等在那里了。另外，张文天同志也从佳木斯赶到了沈阳。哈哈，又要见一下。
席。哎呀，文天同志。主席好。哦，刘英也来了，怎么样？好久不见。哎，东北还适应吧？好，一切都好。好。主席，您喝水。东北天冷，您喝口热水。沈阳车站是个什么建筑啊？是日本建的。长春以南都是日式建筑，到了哈尔滨就是俄式的了。看得出来，沈阳是个大城市，有点工业化的样子啊。现在刚解放，我会把它……哦，我们会把它建设得更好。好吧，主席啊，请你和我们东北的同志讲几句话吧。不讲了，我在别处讲的对全国都有效，不分东西南北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听主席的。你不是要陪我去满洲里吗？一路上还有的说。主席，有件事请示一下，林彪和高岗给斯大林同志送两车皮助手的东西要挂在专列上。不过，东北也是中国的嘛。是安营吗？爸爸，您能听出我的声音？能。你们几个人走路的声音，我都听得出来。真的？这可需要很强的记忆。其实也不需要很强，兴趣就是记忆，孩子就是父母亲的记忆。你对苏联很了解，我应当带你去。爸爸是公厨。啊，是啊，你是毛泽东的儿子，应该比普通人付出的还要多。而不是沾毛泽东的什么光。我知道。有件事啊，要跟你讲一下。你和妈妈到了天津，你要去看看她。我一定会去的。很久没有见到贺妈妈了，我很想她。我在苏联的时候，受到贺妈妈母亲一样的照顾，特别是安青，有的时候会躺在贺妈妈的怀里。她对你们好，我很感激。在延安的时候，我们吵过架，现在想起来，也有我的错。她不容易啊。井冈山那么难跟了我，长征路上千难万险始终不渝，为了救伤员还差点送了命，到现在身上还留着敌人的弹片。爸爸，苏联比中国冷，出门的时候记得把大衣穿上。好。对了，苏联人不喝开水，你要让服务人员给你烧。好。我教您的几句日常用语，您要大胆地说，外语要敢说才行。好啊。您不用惦记我们，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的。爸爸，我们等您回来。将来您老了，我们还要好好的孝敬您呢。